打开爱心气球第190个 I Try 无线宽频，正式在台东延平乡巴西告部落启用。部落族人只要打开手机 WiFi， 就能免费使用100 Mbps 的无线网络服务。全国190个部落可以享受户外免费的上网的服务，这样的一个福利呢，它的整个功能呢，没有比我们台北市，没有比我们高雄市还低哦，它的上网力的整个功能是一模一样的。从102年开始，原民会大力推动爱部落 I Try 户外免费无线宽频，全台已有190个部落完成无线网络建置工程，族人开心的拿出手机连线，未来再也不用担心没有网络讯号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平常在看影片的时候，都会速度比较慢，我们的老人家还有这个学生啊，使用网络啊，时常这个中断。如果说我们现在原住民委员会已经装了 WiFi 的话，非常的正确，它这个市政呢也非常的好。为了方便部落族人使用爱部落无线网络，手机 WiFi 连上 iTry 网络，不用设定密码就能立即使用无线网络服务。目前原民会也争取到前瞻计划经费，希望在110年完成440个部落的网络架设工程，让60%以上的部落有免费无线网络可用。原视新闻文教的台东延平采访报道。